男人是勇士 ，Go Go Go！ 我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那人就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自立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供应者，主啊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承认，很多时候当男人很辛苦，主啊，但是谢谢你，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，在什么境况的里面，主啊，你都是我们最强的后盾。遇见那真正刚强的主，让我们里面真正成为刚强。主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这个时刻对我们每一个男人说话，无论我们在顺境。逆境，我们都继续坚定地相信你，依靠你，侍奉你。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